9月7号，因为新剧拍摄而驻扎在长沙的火羊堡终于庚子拍营业了。我牵着在拍戏过程中的随笔涂鸦，本老是相当服气的。很好，果然易烊千玺除了不会跟本老肥家外，真的什么都会惹。所以说做易烊千玺的同桌该是多么的幸福啊！除了学习累了看着他的脸激动发力外，无聊的时候还能跟有趣的喜子哥一起研究 Q 漫呢。而身为一个在湖南出生的宝宝，我牵对长沙的特色米粉也是赞不绝口呢。看在宝宝你终于舍得晒自拍露出俊脸的份上，本老就不追究你深夜放毒的小人性了。虽然一科学长还没上线，但我李小七宝宝可是没米吃都要饿到昏厥了。为了抚慰心疼七仔的老阿姨，出现剧组也甩出了一段我牵原生的小七受难记呢。我祖宗老大一定不放过你。来，同学就说话。来，准备。来，准备。来，一二三，跑！呀！救命啊！啊！话说我牵你这逃跑时的迷之少女姿势也很是带感人，不过我家七宝宝真的是要么被抓要么就是在被抓的路上呢。小狐狸你还是乖乖待在本牢的家里吧，芒果捞新闻。所以我牵你能把地址扔来不，本牢可以一天三餐给你送爱心炒粉外加美味榴莲呢。好的。